吉祥银像，这个像本身你不要带走，但是这个像你知道这个是原生的空性，本来没有的，但是那么现是迹象，不是把像拿掉然后找一个空，不是，这个像本身就是真空，随缘就变，随缘就变，它没有本体，没有真实。那但是我们给这个为什么给它带走呢？认为真实嘛，所以当然有烦恼多了，该现就现，该消失就消失，那就潇洒得很，那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会说只顾到自己，那抓自己了。我相是什么？我相对你才我相，对他所以我，不是他是我，不是你所以我，我不是众生所以我，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是我，都是下意识潜意识里头什么有对立的关系，我什么怎么说，一定他心里头有对立嘛，不是你啊，不是他，又不是众生啊，那个是我，大概是这样，错在这里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禅宗祖师常常讲，他那上座了，他讲绝代的一是什么？绝代，有的人讲绝对是不大，还是绝代，代是什么？代的是依靠，有你有他有其他的很多，那些都不是我，依其他的条件，以其他的样子觉得是我，这个是错的了。绝代的一是什么？没有相对的，不是你所以我，不是这样，你就在这里用功的话，通通都是在相对里头的我在那里用功，绝代就是超越你我，相对超越你我的那个一，不是二的那个成分是一，是不是一加一就二，一加三就是三，是不是一加二就是三，不是那种相对的我了，一直以为是释迦牟尼讲的我相，我相是你又起一个相对的念头，所以变成这样。其实我们都是个人一独唯我独尊呢，你的念头、你的业相、你的幻象，别的人能够分享吗？绝对不可能，所以叫做绝代的一。绝代的一是什么？那样子做的，只管打坐，绝代的一是本来面目就现前，绝代的一，绝代的一。啊，否则我们都是哎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朋友啊，我是你的老师学生啊，这个念头在那里转，做不好的，因为本来不是这样，你要那么想。我们在生活上都是啊，那是啊我的亲友啊，那是我的坏朋友的。都是有相对的那个关系里头滚，一直滚，一直滚。你看听，这都是你自己的唯一的，没有凭那个对方的什么我才能看，没有吧？你要看东西、听声音，要对方怎么样，我再显出我看我听嘛，不是嘛？啊，绝代的一在那里动，绝代一的说法是非常高明的说法。哦，好朋友见面了，哎，你是我的好朋友啊，我跟你不一样，这是我，那你是你，这个是分别意识的境界。但是这个不是把这个乱掉，这个没有变，但是你清清楚楚知道这是业幻的东西啊，我该受这个样子。你要从这个逃哪里去啊？逃也逃不掉了。那个缘该来，时间因缘到的时候，那么现。上头没有你，但是你认为是我，所以你要慌张了。明天还要上啊？啊，刚嗯，所以那什么，那个道元禅师有的时候，我们讲发菩提心，对不对？发菩提心求正法，他说。发一千、一万、十万、一百万的菩提心，他说奇怪呢，发了菩提心一次就好了嘛，千次、万次、万次，数不完的，那么多就是不放逸。
释迦牟尼是这样子，每一刻都不要给你的分别思想带去，带去了你就搞乱了自己，自己变成 crazy， 知道吗？给那些分别意识扰乱掉了，不给扰乱掉而知道各种事情，那就是靠这个只管打坐，好好的让你的真面目现前，不是你带出来的，它现前了。因为你不啰嗦了，不讲那个很多的莫名其妙道理了，它停下来它就显，那个东西是如龙得水，如虎透山，非常管用，在实际生活里头。因为自私的念头先不动，自私念头不动，很少会做坏事。好事也是有一个自私念头，我做了，那个这个减半去了，没有什么功德。那你不要担心，你这样做就怎么样怎么样？哦，我告诉你，如龙得水哦，哪个境界来，你都是很聪明、很有智慧的对待，因为你知道绝对的一是什么。我们的一是相对的一了。相对的往往在顾虑到别的，顾虑到、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，我就这样啊，他跟我的关系这样，我就那样，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这做今天这一堂，我看做得最好，大概是高兴结束了。